欢迎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婚礼新闻。为了庆祝马上就要来到的中秋节，仑背乡阳明国小来教学生囡仔制作这软银酥，并且邀请到家长同齐来体验，将这做好的软银酥甲学校的老师来分享，大家过着快乐的中秋节。在老师的说明和指导之下，小朋友和家长是分工合作来做软银酥。虽然制作的手法有较复杂、高工，不过会当来体会家己做月饼，加上佮有爸爸妈妈的陪伴，囡仔是做甲非常的欢喜，嘛想到要将家己做好的软银酥向别人分享。你们今天在做什么？蛋黄酥，要送给我姐姐，还有我姐姐的同学，还有一位五年级的大哥哥。来参加的家长就是都变作囡仔的帮手，软银酥一寡较困难的制作手法，就由大人来协助。会当安尼，甲家己的宝贝做伙学习做月饼，这款的亲子活动，家长拢感觉非常的好。我们感觉特别高兴的，来跟小孩跟大家一起参加做这个品，感觉特别高兴、特别快乐的。我觉得很好，然后刚好有这个应景，这个活动让我们可以就是亲子来体验这样子，对，觉得很好，很难得耶。因为我们乡下其实资源很少，那我觉得学校很用心在硬体的部分，然后在老师的部分也都很用心，对，我觉得不会输给就是在其他乡镇的部分。仑背阳明国小的烘焙课程结合着中秋节举办软银酥 DIY 活动，来增加囡仔多元学习的机会，同时嘛，让大人囡仔快乐过中秋。而且，这做好的月饼，也来送给学校，提早庆祝教师节。学校为了让孩子有多元的学习，特地的结合我们地方的特色产业，那设有烘焙教室，希望让孩子能够在生活中培养生活的能力。并且能够结合学校的相关课程，那邀请我们家长一起来学校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做中秋的蛋黄酥，把这样的一个体验活动的成果啊，然后跟我们的老师孩子一起分享。大人囡仔合作用心完成的软银酥，相信会比外口卖更加好吃，同时会使吃出幸福的感觉。记者柯彦行采访报道。